干掉了。哎，家里有蓝队来了，隐约。可以吗？在哪？在塔旁边的。喂，有打他！哦，还好！哇，我带回归时还是很关键。哎呦，而且一定要先打掉那个枯弓啊，因为枯弓不打有那个缓速缓绝。嗯嗯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可以准备进攻啊。嗯，所以对方的骷髅打掉了吗？还没。好像还没。嗯，还没。哦欸、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方法可以去点那个村民的。我们有那个啊，你就是这么想点，就算我们就老实。哎、欸，你们来中间，我们召唤那个辅导遗王，要不要？好，对啊，召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先吸一下东西。你刚刚是在上厕所吗？没有，因为我看到人又掉下去，声音很奇怪。刚刚那个超像在上厕所。对啊，来，我召唤哦。哦，辅导遗王诞生了。然后刚这样白白的，啊白白的，很强吗？大哥，小心被吹，小心被吹，把蚁诱过来，哦，哎、欸，会痛，还会破盾啊！远远的在那个世界，哎、欸，还在最后，二零偷偷来哦，二零想偷来，哎、欸，二零呢？没办法，他里面在里面，好。二零，你上不去，我没有击退啊，二零。辅导遗王使用是什么技能啊？啊，我被自动了。哎呦，二零挂了，进来我们这里，对，至少他进来我们家。好痛！要把他打死吗？还是、欸、他不会被击退。打死他就对了，打死他，五百分就在这里了。我们的三百分就靠他了。啊，这一颗星。打 boss， 反正他追团团，我们就尽量打。哦，他烧了，火焰级，他的火焰级名是自己烧起来。你还行吗？我在外面看哦，啊，你注意一下，我们太厚了啦！哎、欸，团团你怎么死了？我死掉了。他在打哈欠，他在打哈欠。阿弟，你可以传到里面去，有没有？这边三个都来了，就因为我们在打这个，有没有？对，打太久了，快走！哎、欸，我被他自盲哎、欸，我被自盲出来了。哦，他现在怎么厌恶悲善？太强！哦，好痛！太强了！哎、欸，他怎么来打我了？因为我们都死光了、啊。白痴，我超强！哎、欸，他打我！太强了！我要爬上楼！那总算爬不上来吧？哦，没有，这样你们就可以打了。本来我扔一个帽子下去喽、欸。好，雷霆速冲是怎样？不知道。啊！哎、欸啊，被定住了！定住了、欸，不会的。我看到隐月被定住。音乐，阿跑好快！我都快，跑得快！你想干嘛？喂！啊！破盾了！他要走上去了！如果我们把他打到虚空会怎么样啊？不打了，不晓得、欸，应该也算我们的吧？算吗？繁星，喂！那砸太久了吧？打繁星！哦，是！漂亮！啊！喂！啊！哦、打一次就累死了，去死啊！繁星，有，死到里面，可以。不过分数被拿，他把我们的所有的没关系，那个绿宝那个铁而已，补一下。这个你多买一些核心补一补。啊，好累啊！是这样，好累哦，超累的。不想打遗忘了，再也不想打了。其实他终点是可以放出来，有没有？然后去捣乱对方。嗯，让他去到他们家里。看到你啦，二零零，你卡的，二零零卡的顺过去了。对啊，哎，你他怎么过去的？哇，这样子来的二零零。他们把我们那个都敲掉了。嗯，对啊。再补。好，你补一下。补一下。白痴哦，超强的。毕竟五百分嘛，价值五百分。虽然我感觉有点价值一千分的感觉了。对啊，有点夸张，超强。
用全部的人力去打。真的打超久了。他们在干嘛？我在潜入他们家，他们好像有发现。好，那我也要来潜入他们家。我把破坏他们绿宝石的。你是走左路吗？对对对。想办法走右边。我在跟云月尬，可是他跟 Jerry 尬，可是他还有一拳。他还有一拳，好。来啊来啊！先来了。不要！二零零就一个人。有发光吗？没有。还有没补的吗？但是都补完了。他们家那里还有一点空。哎，那一拳过来了，我把他打下去，我打下去了。家里补充，补充衣服加加。我被看到了，可以在左侧那边再买一个战神啊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个战神在冲。哇，你在打里面啊？好。我把他打偏离那个核心了，这样子可以好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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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是那个缓觉还是有，哦，缓觉真的很多，我把他们外面都拆，拆外面都拆了，嘿、嗯、嘿，哎、欸，有一个人是在跟着你、啊，对啊，二零零哦，二零零，杰瑞，哎，二零零，挖了，你们都挖了吗？都挖了，都挖了，哦，我对，那都挖掉了，我来抢他一个分数好了，啊，好。好，我也还有，有你们可以冲。我们我跟团在外面诱敌，有两个。团团来，上吗？上。哎、欸，多带几个人，把这里打掉，他们就没有附魔的人了。哎、欸，好。哦，漂亮漂亮、啊、，nice nice， 这样应该有办法冲到里面了吧？我的装好像比较好。嗯哎、欸，有人在我们家里面吗？那是吗？我先去放红队吧，红队跟着红队吧。那是红的吗？小心哦、喔，小心哦、喔！我先去把装放到中介箱哦、喔。好好好，左侧、啊、左侧。冲一下，冲一下。他们家这里，我觉得还是有这个跳要进去会比较好。嗯嗯。我有那个啦，回归石。哦。回归石。等一下也可以买，我们现在绿宝石资源其实还蛮多的。冲一波，冲一波。快快快！哎，打角角，被打角角，哭攻来了，还在对面吗？对对 对，我在打那个哭攻。他们哎呦，哇，爆炸爆炸！有了有了，哦，碎了碎了，一下。你在哪里？在挖核心啊！好，哎，那我也来挖一下。两下两下，他只看我，他只看我，我先退。我也吃个牛排。有有有有。看到你们在挖了，没事没事。哎呦，米特！哈哈哈哈！哇，可以可以，很可以。砰砰砰！砰砰砰砰砰！哎，打到外面来，上去吧上去吧。不想负责任。哎，所以那个爆弹连哭弓都可以打哎、欸。哦，所以是用爆弹打死的。我刚才想拿去打、欸，哎、嗯，没有，刚刚最后爆弹是你们的用吧？不是，沒我没有用、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那个、啊？吧如果死掉自己爆炸、啊，二零吧？二零、啊？我刚刚有丢那个吗？你有丢雪球吗？有啊有啊。对对对。你往库工那边丢、啊？不确定他是炸我，所以库工也被炸，还是库工可以被炸到？就不知道。库工可以吧？应该是库工也可以。库工都可以啊。剑剑剑可以打库工啊。可以吗？对，弓箭不，弓箭不行，弓箭不行，弓箭不行，武器才可以，近战武器才可以。我射了快58，队友才跟队友跟观众才跟我说。哇，没有那个那个那个上一次就不行了。我上次没有玩哦，他上次不在、欸，我去 CWT 没有。你要怪队友，还有没有同阵怪你呢？怪一拳，怪一拳。哎，我可是没玩呢、啊。一拳，你这样子不优。啊，那个弓箭不行。你们会卡，你们是不是也很卡？嗯，有时候卡一下。放倒的时候，那个打你们非常痛苦。我都冲上去，在哭弓面前就卡了，我就被射下来了。干！对，他这一次好像稍微有些地方有卡。我们知道，回到比较卡一点。嗯，因为还有多加一些东西啊，所以这可能再瞧一下。有慢慢瞧一下。对，有有有。
他放倒是一定会卡，这真的是没办法。嗯，但是过程当中有看，我像20啊，20就卡卡了，我看他瞬间移动就走了。瞬移的。啊，没有啊，就是那个原本就卡 ，OK， 不是地图问题。有你说原本就卡是指马来西亚怎么样吗？ Okay.哇哇，这样不好说哦。啊，这个交给大家，交给大家来。OK OK， 那就来啊，下一场观众场。哎、欸，上次还要改什么？先跟我讲。思考一下，你可以先按哦，剑弓箭的伤害有降低。嗯。可是有说什么多三张地图而已，就这样而已。目前看感觉它好像是伤害减半呢、啊，所以其实空装的话还是没办法挡，很痛、欸，然后还有那个、啊、新增迷宫的中间岛，你可以飞过来看看。翻一下，你有创造吗？对呀、啊，我连打指令都不会打了。哦，白痴哦，双萤幕，另外萤幕啦。没有没有，都是创造，都是创造，尽管看。嗯，好。就最上面的主岛是没有啦。啊，你那个海的、哦、海的宫殿也没玩过是不是？我都没玩过啊。没问题，马上为你体验，好不好？这太哇，可是海的感觉跳自己的掉就麻烦哦，掉下去就要游到死哎。哎，对、嗯、我有看你影片，有，这个不好玩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跟观众玩很好玩，因为你可以在那个对方那个领域啊，那个海的岛啊，里面是可以放那个战神祭坛啊，所以等于是你攻进去之后，你放战神祭坛就是非常非常的强啊。哦，嗯，是哦，这个好玩啊，中央岛直接说不好玩，直接说不好玩，这个不好玩，这个不好玩，不好玩，这个不好玩。那中央岛你有玩过三个吧？哪三个？我只玩过那个要跑酷的一个石英祭坛而已。那加分的啊，加分，嗯，加分的而已。风的你没玩过吗？风的有玩啦，刚刚玩。那这个岩浆应该有吧？这个有，这个有，这个上礼拜有玩过，那个都有。这三个，所以就是迷宫没有而已。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再度体验迷宫跟这个深海神殿的岛。迷宫要怎么走？就乱走。深海宫殿。好吧，跟迷宫的话，早知道我就去补影片了。没有没有，迷宫双方都一样，走左边的话就可以去拿到绿宝石，比较简单；走右边很难走。那基本上你要用迷宫走到对面比较不科学，所以都还是盖岛盖旁边左边右边岛，很难很难。然后走到这，我过来。对，好，那我先让观众进来。好，好，来来来，想玩的观众去 RC274760119、想玩的都可以来喝个水。想玩的都可以去 RC274760119、我们就来准备啦。来来来，哎呀，这次每次啊都有这个出题目的小障碍，这次要来出什么题目呢？出，中介箱没清，等一下都会顺便一起清。好，我想一下哦，啊，这个出这个题有点难哦，我想一下哦，好，大家各就各位，准备来了哟。我们今天有10个人，所以也会邀请10位观众，想玩的都可以来。那要准备广播咯，想要知道房间密码的，房间的IP 啊，只能去 RC274760119 回答到正确的
答案，抢到房间才会有。巧克力，好，这个不知道的